大家好，今天已经是我们在清迈的第三天了，然后今天也是要出去玩一玩。那因为我的头太油了，所以就是那个头帘已经自己往两边分了。昨天晚上回来特别累，然后没来得及就睡着了，所以今天往两边分我觉得也还好吧。然后今天眼影用的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 Dolce Vita， 我觉得很好看。美瞳戴的是Evercolor One Day 的那个，然后穿了我的小套装，还有我的小包包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后边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，还挺不错的，主要是位置很方便，然后离那个餐厅什么的也很近。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在711买的那个豆奶，这个不就是泰国特别有名的那个豆奶吗？小的时候在那个网上只有好像天猫超市的那个国际有卖还是什么，完还挺贵的，一小连排一个特别特别小小的就要十好几块人民币，但是这个昨天在这块买便利店里才十泰铢这么一大瓶，我觉得这个豆奶超级好喝。我觉得特别好喝，而且感觉好像没有国内喝的那么甜的那个感觉，开心。今天就又要接着去玩，我的头发昨天都睡塌了，昨天回去太累了，都没来得及怎么洗一下就睡着了。我们往走走走，然后发现今天是他们2018年清迈马拉松的日子，所以你们看他搭了棚子，然后有很多志愿者在这儿维持秩序，然后你看已经有这个就是半程 mini， 然后 go start 啊，好可爱呀。我们刚去那家纸房子换了钱，然后现在叫了一个车，我们要去吃一个早饭早餐店。我们现在来吃这家超火的早餐店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它的菜单就是很简单，只有这些，只有泰文跟英文，然后我们点了这些，我现在要去把单子给他。这个店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火，我们本来早上其实来的也没有很晚吧，结果就发现已经就是都满满当当拿了号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。我觉得好像中国人不是特别的多，但是游客的话韩国人很多，然后就是泰国本地人也很多。这个位置特别好，正好外边看出去就是街，然后我们的一个小桌子，它整个这个店的环境也挺好的，就是很简单的早餐店，其实离市区有点远呢，但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。我们的第一个东西上了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包蘸酱，它的特色是它的这个四色的酱。我先尝一口这个四色的酱了啊，这个是黑炭，来尝一口这个黑炭的。好香啊！Thank you.
现在吃完了，坐了一个突突车去清迈大学，给你们看外面，超爽！它就是没有门，直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。我们现在坐的突突车下来了，然后现在这一片是清迈大学的艺术中心。我刚才捡了一朵小鸡蛋花别在耳朵上了，也不知道他们好像别左别右是有讲究的，是吧？我也不是特别的懂啊，到时候查查，别错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刚才又去711买了一个黑豆的，这个也好喝呢。看吧，我妈正在这拍照呢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逛到宁曼路这一片，这一片不就是有好多那种就是比较小清新啊、文艺的那种小店儿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一片走走逛逛、吃吃喝喝，然后下午呢，会有人来接去动物园看那个夜间动物园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走走、吃吃、喝喝。他们这边有特别现代的那个感觉，然后也有特别古老的那个感觉，就整个这条路周围小店那个感觉有点像去韩国的那种感觉。它也是这种，你们看，光看这儿觉得其实还蛮现代挺洋气的那种感觉哈，但是它同时对面就是很 local 的这种很破的在建的东西。我们到了这家要吃芒果糯米饭的，叫做 Mango Tango， 走，看芒果人儿，走 ，Mango Tango， 我们点的已经都上了，一个这个叫做 Mango Aloha， 里边就是西米露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它的那种糯米芒果饭，我先吃一口这个了。哦，它这是芒果那个冰沙加上椰汁西米露。你一说那个，我以为它是一个大菠萝壳里搁着炒饭。那叫菠萝，这叫芒果，芒果里。对，这也好吃。我想成那个，我说怎么还不到哎？吃完那个再吃面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下午出来了，来清迈的夜间动物园。它的特色呢，就是你既可以自己这样走着参观，然后它到了晚上也有游览车，就是可以看夜间动物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来了，拿着导游图，它门口有一个这个雕塑，然后前面有一大片湖，晚上会有那个音乐喷泉表演。看，有一片龟群，每一个都像小苏苏。嘿嘿哦，好可爱呀！哦，好可爱啊 ！Hello， 啊，又来了一只。Hello， 羊驼很萌的呢。看，我们发现了缅甸陆龟，它躲在了这个树叶里，这个好像小苏苏啊。哦，那个地方白白的有龟蛋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地方白白的，这是一颗龟的蛋。这两个就是苏卡达，就是跟小苏苏一样的皮。好多火烈鸟哦，粉粉的啊，好可爱呀。我看着看着有点像人。哦 ，Hello， 啊，打哈欠了哦。哎，好多火烈鸟在这儿。还有小驴，好可爱呀！啊，好可爱呀！这个好了，正好。小豹子。哇！豹子，它就像知道有游客一样，一直在这给大家做展示，来回就在这个玻璃面前走来走去。应该还会再大一点，就是 leopard。哇，他们这个蓝好好看，和我手的蓝是一样的。他们那个冠很漂亮，
好漂亮啊、哦！叫什么？叫做维多利亚冠鸽子。哇塞，大犀鸟，它前面这个喙好大啊！啊，蹦走了，蹦蹦跳跳的走了。哇塞，好能飞！哇，哇，一只小 hippo， 人家嘴长这么大。哇，看它圆咚咚的屁股。哇，它要吃的，它要吃的，它都学会了。就有人站着，它就张嘴。哎呦，哇，大老虎，他们就这么看着我，也没有丝毫的，没有任何表情，连头都不转一下。啊，它伸舌头打哈欠了。哦，他看过我来了，好可怕哟！我敢不敢自己扛不了我们那个？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夜间的一个 tour， 然后他就带我们坐着车去一圈看动物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是坐在这样的小观光车上。我就说你来。两边都有，我叫他安树林。不用不用，我能安树林。林肯定公的，他们有黑色、红色、是母的，公的有只有母的，他们没有。啊。安树林上面有米啊，哪里有米？安树林不会连上光色，而是个安全路。Men and women are looking for let me call them. Men and women are looking for them for your safety. They have can I keep? 可以摸啊，不能摸脚。该做野猪吗？他看到食物的，就是这样的小电瓶车，一趟一趟的带着大家。Giraffe, they are tall and tall and animal. They can stand about 5 to 6 meters tall, from hoof to the top of head, and went up and more 2 times. 啊，斑马，这属于是斑马和鸵鸟，要小心。啊，右边，走过来了，斑马。啊 ，but there's only zebra. Don't touch them. 来了，是狮子。斑马，斑马小时候不能去啊，它咬你。站在这里，对，而不是那一直一岁，啊，对，啊，大概啊5年。好了，他老婆康康走过来这里，对，公的是黑色的，母的是棕色的。Welcome from Africa. This animal has a big and solid horn. 前面还有一个。好的，还有最后一只的这个曲，它是第一大的动物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大象啊！大象可以吗？哇！还有一次吗 ？Get please？ 还有吗？有没有？哦，好可爱。啊，最后一次，哇！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一间动物园了，其实还可以，就是还行吧，比我想象的好一点，而且主要是不贵，就是很便宜。我今天这儿没有防晒，晒黑黢黢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酒店周围的一个那个周六夜市，去吃吃逛逛。座位保护自己。哎，对。这猫抓老鼠呢。看见那猫。没看见，我不用看了，这太爽了。
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，我现在起床了。我们今天早晨要去一个市场吃他们当地的豆浆油条早餐。哎呀，我这两天这儿长了大痘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一片特别的糙。我原来从来没有长过类似这样子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Anyway， 我们的车，我们也是叫了一辆车。就是像滴滴一样那样子，就叫车软件很方便，就可以叫车过来。到小拐弯的。我们的车来了，上车吧，走。我们到的早餐店就是这个，一个泰国非常当地的早餐店，都不会说什么，就是菜单也都是泰文，但是现在开了英文和中文。然后他们就在煎这种带图案的油条，这个是恐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还有粥啊什么这些。我们现在呢退了房，叫了一辆车，准备去吃一个网红餐厅。我们今天来吃的就是这家叫做 Chom Cafe and Restaurant， 它整个就是做的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，环境弄得特别的好，种的这种植被呀，然后树啊，然后包括它那边里面弄的就是有点仙境的那个感觉。你看它就是环境弄得超级的漂亮，然后很多人都来这拍照啊什么的，这个脚下这个都弄得特别的美，然后整个后院是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弄得特别的漂亮，大家在这照相。终于等到了我们的位置，走吧。可以进来了。我们的第一道菜上了，大虾。我们的第二个菜椰奶汤，然后里面是有鱼，这样看起来超好喝。这汤超好喝，它里面是椰奶嘛，然后和鱼，就是又有鱼的鲜味儿，又有椰奶的奶香，然后再加上它调味的那个酸味儿和一点点辣味儿，哇，超级香哦！我点的是一杯拿铁，也挺好喝的。我爸妈这个一个是里边姜柠檬的橙汁儿，也特好喝。完了，我爸这是一个猕猴桃的苏打，也好喝。我觉得这家店的菜整体的水平都还挺高的。我们的鸡翅也上了，据大家说这个也很好吃。这是他家的一个新菜，就是放在一个椰子壳里的这个咖喱海鲜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按摩。我们现在按摩完了，超爽。现在来的这个 Win Cosmetics 这家店，不是就是卖各种美妆药妆最全的一家店吗？然后我们打算就是来逛一逛，这个样子，超多，真的是。
我发现了这个，好便宜，我一直想试，没有试过。他们这块就是美妆啊、护肤啊，什么都有。哦，这块这个也好缺，就是真的很多东西，什么都有。我们现在又逛到711了，我们这两天买了这个，特别好吃，而且主要是很便宜，我们把它都拿空了。还买点啥呀？这个呢？这味道的呢？没吃过。就买一个吧。价钱呢？是便宜的吗？也便宜。一样，都一样。哦，它这你没看都是一个牌子、哦、一个系列吗？那就都拿一点尝尝吧。这个可能是辣的哈。这个呢？这不是了，这是另一个东西。嗯，这应该是花生，里边带辣椒的花生。那你说这花生要这个？然后我们现在走到了肯德基，我就是这一次有执念，一定要尝一下泰国的肯德基是什么味儿。因为经常在网上看那个 ASMR， 有一个泰国的人，他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吃播，然后他就经常吃泰国的那个肯德基、麦当劳的东西，我就每次看都觉得特别香。然后很多人都说泰国的这个肯德基、麦当劳的鸡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，就是他那个炸鸡是自己特有的，所以我就点了一个两个炸鸡的这个套餐。它这个炸鸡我要了一个辣一个不辣的，它自己呢，他们这块是可以自己挤这个酱的，还有这个泰式甜辣酱，然后有一杯饮料，这样一共呢是89泰铢，就很便宜，10几块人民币。好，蘸一下它这个酱是什么酱。嗯，就是那个泰式甜辣酱。爸爸你要不要吃一口？给你这个酱，你尝一口这个，你尝一口这个，你过来尝一口这个。我主要是想尝试一下它这个鸡，因为每一次看他吃那个吃播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就会买肯德基、麦当劳的那个鸡做吃播，我要尝尝到底有多好吃。嗯，特别好吃。嗯。它刚才本来还有一个红色皮儿的，他跟我说那个是 very very spicy， 就是超辣，然后我没敢点。我们现在就已经要离开了，所有箱子都放在这儿了，然后等着车来接我们，送我们去酒店，然后就要拜拜喽。